谭嘉儿之前将剧集《特技人》嘅歌《Lonely》配上中文歌词，更揾嚟关楚耀一齐合唱，结果反应非常好，仲因为咁，嘉儿获老板支持推出专辑添。嘉儿见同 Kelvin 咁合拍，所以就打算食住个势，拍新歌 MV 都揾 Kelvin 嚟做男主角啊！个古仔咧，其实咧就系话我哋相遇啊，就好 sweet 啊，咁但系最后原来咧。唔好話你啦嚇，咁個男主角咧有第二個女朋友嘅喎，係啦，咁跟住我就好傷心咁樣。同嘉兒頭先拍咗一段係比較好 sweet 嘅，喺架車裡面可能談心啊，咁都已經忍唔住笑啦。因為咧談心嘅時候咧，先講佢係一個作家嚟嘅，即係寫歌嗰啲啦，點知佢又喺度話喂。我在作緊財神刀啊，乜咁，跟住我真係我又要扮 sweet， 但又要忍笑咁樣。你好叻。雖然嘉兒出道以嚟拍過唔少劇集，不過就冇演過親密戲份。呢日佢就有機會獻出熒幕初吻，Kelvin 仲話已經做足準備啊。其實我嘅熒幕初吻咧都仲未出現過嘅。咁你個熒幕初吻出咗嚟未㗎？好多年前已經出咗。好多年前啦，係咪？咁即係好多年前咯。咁即係如果導演需要嘅話，你都唔介意啦。導演需要？係啊。導演需唔需要？我唔知啊。需要。我戴咗牙刷嘅，我 OK。係啊，有冇啲事前嘅功夫要刷牙咯，刷牙。頭先其實我依個第二餐嚟已經食，咁頭先嚟到已經食咗一餐早餐。咁我食完早餐，我已經刷牙。咁啊，嘉兒就見到我喺度戴牙刷，我話慎防真係有啲親，即係親嘴嘅鏡頭，咁梗係要做定，即係事前嘅。嘉兒有冇準備啊？好專業，我都準備咗一打香口膠嘅。早前話過今年會主力發展歌唱事業嘅 Kelvin， 唔知道有冇打算再同嘉兒合唱呢？希唔希望啊？咪合唱完咯，我哋合唱完 Lonely 咯。呢首都算有少少 crossover， 因為即係 official 嗱，因為阿 Kelvin 出咗隻新歌叫做《寫真家》，咁跟住咧即係影相啊嗰啲噶嘛，即係有才華啲啦。咁所以咧喺我呢個 MV 入邊，佢都係飾演翻呢一個寫真家㗎，所以係有少少 crossover feel 咁樣咯。OK， 好喎。OK 啊，下次再 cover 佢首歌啦。係啦，係啊，希望可以。